家好，我是蔷薇。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梅。欢迎收看飞跃世界 Go。 蔷薇，我问你，你有喜欢的偶像吗？喜欢。我小时候非常的爱刘德华，可是现在我一直以来都是很爱刘德华，他就是我的偶像。你的偶像，你的偶像。那你那个时候是喜欢谁呢？我喜欢谁啊？喜欢谁？那时候喜欢好多嘞。那谁？讲不出来。好，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还为自己的偶像，我跟同学差一点吵起来耶。啊，真的很有趣耶，可以为了偶像可以吵起来，结果是谁吵赢啦？因为他是说刘德华不帅，我就这个是踩到我的地雷。可是后来就是没有谁赢谁输，只不过就是要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啊，所以就那时候很凶。那陈梅姐姐呢？你喜欢偶像？你有喜欢偶像吗？有啦。所以我就很喜欢看台湾的偶像剧啊。哈，对对，你看台湾偶像剧？对呀、啊，不是八点档吗？没有，台湾每个电视台，各大电视台都有偶像剧。对，其实看这个要追剧真的很浪费时间呢。还好啦。你看现在每个人都人手一机啊，可以去看啊。你看上公车他们就一直在看，去哪里都看人家打开来看，很方便。还是先看我们的教学节目好了。先看黑板的内容。好，板 thích xem phim thần tượng Đài Loan lắm hả? Bạn thích xem phim thần tượng Đài Loan lắm hả? 你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啊？mê đến độ quên ăn quên ngủ, mê đến độ quên ăn quên ngủ, 迷到忘记吃忘记睡的程度。mình thấy chẳng hay ho gì, mình thấy chẳng hay ho gì, 我觉得没什么好看。vậy thì đừng có coi, vậy thì đừng có coi, 那就不要看。奇怪，就不喜欢还在看。好啊，我们来解释今天的绘画内容喽。好，第一个，板 thích, 板是你 thích 喜欢。Xem phim 是看电影哈，这里xem phim thần tượng， phim thần tượng 是偶像剧，phim thần tượng Đài Loan 是台湾偶像剧。lắm hả， 很吗？就是这个lắm，它是你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啊。lắm 就是很。好，那第二句，mê đến độ quên ăn quên ngủ。mê 是迷，mê đến độ 就是迷到什么什么什么的程度。quên ăn 是忘记吃，ăn 是吃，quên 是忘记，quên ngủ 忘记睡觉。哇，好像很夸张，太夸张。好，mình thấy 我觉得 ，mình 就是我觉得 ，thấy 讲 hay 可以，没什么好看的，讲 hay 可以，没什么好看。好，最后一句。vậy thì đừng có coi vậy na mờ na na chiều thì chiều đừng có coi bố giao khan đừng sư bố giao coi sư khan 好，有一些人就是又爱又恨，就一直看。好，我们看重点单字。好，第一个 phim thần tượng， phim thần tượng 偶像剧，偶像剧。第二个 mây妹是沉迷，就是你沉迷去赌博也是妹，可以用这个。那不好哈。好，再来，关关忘记忘记。这个有学过。嗨哈嗨哈，嗨哈是好棒好很棒，但是记得这个是否定，就是带有一个讽刺的意思。好，所以如果我唱，我一直唱唱，然后陈梅姐姐说，蔷薇唱得很嗨哈，的意思说我没有唱得很好就对了，讽刺我就对了，否定他。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第二单元，刚刚我们有解释嗨哈这个单字，对不对？其实嗨哈就是嗨的意思，里面有一个嗨嘛，
嗨就是形容词，是表示给人家很好的感觉，很好的感觉。嗯、例如，唱歌好听 ，hot hi 啊、嗯，就像我、嗯，我觉得我很 hot hi， 我唱一首给你们听。好啊，你唱。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不认真，拥抱的时候不太靠近。我知道他不爱我。好了好了，这个是上我们是叫越南花的节目，唱到这里为止。好，我知道你哈开唱得很棒，哈开就是唱得很棒很好。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嗨哈，我们刚才有教到嗨哈通常是用来在讽刺或者是否定，而不是来赞美，加一个哈在后面。所以你刚刚是用嗨哈还是用嗨、没有哈嗨，哈嗨就是说你唱得很棒。但是我可以讲别人说哈个嗨哈一刀，就是不好听、我们来造句。好，哥哎哈讲嗨哈一，哥哎哈讲嗨哈一，他唱的都不好听。嗯，他唱的不好听。他不是我。好好，我知道。再来，film này， film này có hay ho gì đâu？ film này có hay ho gì đâu？ 就是讲 film này 是这部片， có hay ho gì đâu？ 就是有什么好看啊？再来， con trai ăn hiếp con gái có hay ho gì đâu？con trai ăn hiếp con gái có hay ho gì đâu。我来解释、con trai 是男生， ăn hiếp 是欺负、con gái 是女生、所以 con trai ăn hiếp con gái có hay ho gì đâu、男生欺负女生有什么好啊。好，刚刚我们也是有提到一句哈， film này có hay ho gì đâu， 大家记得吗？就是或者是刚刚常威介绍con trai ăn hiếpcon gái có hay ho gì đâu。最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đâu这个字、就是当你把这个đâu这个字放在最句尾的时候，表示很强烈的否定，就是不好的、所以có hay ho gì đâu有什么好好听啊、这样子。对，它是有一种强烈的否定。对、那么我刚刚唱的好听吗？好听，嗨，就不要放在那个嗨哈一刀，那就不好咯，就是否定它。好，记得哦。好，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写信给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第三单元。在第三单元我就不唱了。我来复习今天的绘画内容。好，bạn thích xem phim thần tượng Đài Loan lắm hả？Bạn thích xem phim thần tượng Đài Loan lắm hả？ 你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啊？ Mê đến độ quên ăn quên ngủ， Mê đến độ quên ăn quên ngủ， 迷到忘记吃忘记睡的程度。好夸张。Mình thấy chẳng hay ho gì， Mình thấy chẳng hay ho gì， 我觉得没什么好看。Vậy thì đừng có coi， Vậy thì đừng có coi，那就不要看嘛。那对。好，那请问陈妹姐姐，你现在看的是什么偶像剧？哦，偶像剧啊，反正是台视、华视都有。其他民视啦、三立都有啊。我最近迷上了一个那个什么《逃婚一百次》。好，我们今天的上课的内容非常的有趣，记得回家要背熟这些新的单字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写信给我们哦。我是蔷薇，我是陈梅，谢谢收看，我们要下课了，拜拜，拜拜，下课了。